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鸥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季节性的产品——芝芝水蜜桃。它使用了高山系春茶叶搭配水蜜桃，清甜中带着淡淡的桃香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开始进入制作环节。先在冰沙杯中加入150毫升的四季春，再加入50毫升的果糖。60毫升的水蜜桃汁，2毫升的新鲜火龙果汁，加冰块到500的刻度线，再加入50克的水蜜桃肉，打成冰沙，打15秒的时间，加入50克水蜜桃果肉，用柠檬锤将它捣烂，加入30克脆波波，冰沙倒入到杯子中，倒至8分满。最后再加入奶盖置满杯，那这杯产品就做好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，想了解更多产品制作以及开店干货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兔奔跑餐饮学堂，记得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